哎呦喂，这是谁呀？鸭蛋，鸭蛋，我们都是鸭蛋，我们。小小的你，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腕那么白，我一起蹦起来可以吗？一二三，我们都好玩，我都很喜欢。解不开的几何图案，霓虹的脸，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？因为我们大肚子。我只想给你，给你说，我这算不算不算？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，准备打算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。不对，我选这个。给你买最大的房子，最酷的汽车，走遍世界每一个角落。Jasper， Jasper， 我先去。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？鲍勃借给你的，加特借给你的，加特借给你的，是吧？你想所有小朋友都在。啊，不要！哦，这不只是我的手，你不要走，你别看我，别看我的嘴是什么呗。究竟是不是爱？到底是不是爱？我是头木头馒头，从头脑袋不够。哦，我想这就是爱，明明这就是爱。我的家里有一个人，没有心爱。你刚刚去哪里？我刚才爱的生病，哎，那都被生病了，就是那里。对啊，那里一个哦，我操，那哎，你把 Jasper 叫来了。就来陪着 Max 睡着，跟 Max 聊天。你要温柔好一点的，还有温柔好一点。为什么你不知道？因为你是小朋友啊。喜欢。我看，因为他好厉害。都已经四岁了。Jasper， 你爱他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你爸爸吗？真的？那你为什么不爱我呢？